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嘅产品攻占全球43亿嘅移动用户？喺呢度，我哋教大家点样从零成本做全球首页排名。我哋提供无限空间、无限流量、全智能手机版购物网站建站系统、免费购物者国际支付平台、全球化嘅视频推广平台、无限 QR 制作系统。大部分的朋友都活在移动的互联网世界，我们怎样可以把这个市场拿下？全球43亿的移动用户，我们怎样用低于一樽矿泉水的价钱就把它攻占下来？我们提供30天免费试用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，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多万，微软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 ，Amazon 销售83,000美金嘅产品。首先，大家要建立一个手机版嘅购物平台，喺呢度半个钟大家就可以建立起嚟。我哋提供 QR code 制作系统，让你有系统制造你嘅 QR code 去推广你嘅产品。让朋友无需要建入输入文字就可以找到你。我们教大家怎样从零成本做全球首页排名，让你全球营销无用。这些就是我们的成果。我们在接下来的5月20号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，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。如果在这里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视频平台。所谓全球化，我们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视频广告播出之前，绝不加插广告去干扰，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这个广告，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。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，大家不妨和我们联系一下。多谢大家。